有一种魄力，探索寰宇，往返天地；有一种激情，敢为人先，有梦不惧。光辉岁月，与国同行。这里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。回首峥嵘，苍穹无际，但岁月记得。1952年，八校合力，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府在这里诞生。40多位海外才俊报志而归，在这片热土创业兴学。北航人筚路蓝缕，敢为人先，用双手将中国第一架轻型旅客机、亚洲第一枚探空火箭、中国第一架无人驾驶飞机送上蓝天。半个多世纪栉风沐雨，薪火相传，北航始终是国家重点建设高校，进入985工程，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 A 类高校名单。今日北航拥有学院路校区和沙河校区，确立了顶尖工科、一流理科、精品文科、优势医工的学科建设方针，学科结构不断优化，学科实力持续攀升，国际影响力有效提升。问道山河，草木无言，但大地记得。学校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，在这里，教师是塑造学生品格、品行、品味的大先生。今日北航人才济济，20余位两院院士，100位优秀科学家齐聚。这里是优秀人才的蓄力池，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凝聚八方人才。那颗60多年前埋下的种子，如今已成长为参天大树。学校始终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，探索国际学术前沿，打造顶级创新平台和一流科研团队，强化航空航天优势，深化医工交叉融合。15以来共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70余项，其中国家科技一等奖11项。从百年梦想大飞机、航空发动机，到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的千年圆梦，仿生界面、热电材料、量子测量等高精尖领域的突破，以大国重器铸就使命担当。现在的北航，平均每月有一项重要学术发现，每2个月有一项重大科研成果产生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。高歌岁月，时光无声，但青春记得。在知识创造中培养人才，在人才培养中创造知识，着力打造一流本科教育，成立以学生为本、强化通识教育的北航学院，实施书院制育人，建立满足个性需求、激发内在动力、提升全面发展的培养体系，强化创新创业实践，逢如杯、挑战杯、互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屡获佳绩。
在这里，中西文化汇通，传承与创新共融，用信仰赢得青年，赢得祖国的空天未来。春华秋实，六十余载，这里走出了二十余万仰望星空的学子。北航，一所有担当、有梦想、有情怀的大学。大国重器的梦想在这里起航，跨越时空的回响在天地往返间谱写了万丈荣耀。培养一流人才，做出一流贡献，这是北航人掷地有声的誓言。空天报国的血脉在沸腾，建设扎根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大学必将在风起云涌中再铸新的辉煌。